分居四年，吴启华话离婚是最佳选择啊。早排宣布同内定女星佘子扬离婚嘅吴启华，寻日第一次公开露面，就话虽然未正式离婚，但系其实已经同前妻分开咗几年噶啦。咁多年嚟，大家都有努力过，希望可以补救翻嘅，但系即系几年落嚟都已经习惯咗分开咗嘅日子啦。咁你同个女讲咗发生咩事未啊？我谂佢系知道唔知之间啦，我哋又冇正式同佢讲我哋点样点样嘅，即系长期系我系冇臭嘅，咁长时间住埋一齐，咁我哋会有时会探下佢啊，或者嗰啲佢哋喺佢飞嚟香港啊，咁或者咩，咁但系都系好短嘅时间，好似放假咁嘅。吴启华又澄清同黄心颖之间冇嘢，话佢同太太感情问题已经系四年前嘅事，仲特别向心颖同其他受影响嘅人 say sorry。咁有人话你前妻大洗系导火线之一，又系咪真噶？我谂。中意靚嘅衫，中意靚嘅嘢係人之常情嚟嘅，除非我冇能力嘅啫。如果我能力afford到嘅，咁我覺得好正常啫，買俾佢。咁佢我老婆，我買俾佢，買俾邊個？仲話跟住嚟會搞個女喺香港讀書嘅事，但係外母又唔留得低香港耐，可能退一步喺深圳住。